当年呢，那伫咧岁月足好诶时，我嘛是同款有缘呐。我拢讲，第一啦，就是缘，人心净化。啊，人心呐净化啦，社会才会祥和。所以我第一缘呢，就是希望人心净化。第二愿啊，这是社会祥和，无净化都未祥和，所以社会祥和，才会当家家安居乐业嘛吼。所以社会一定爱祥和啊。第三呢，就是愿天下无灾难，天下。你只是干那伫咱的社会，咱伫咧大的范围，我所爱的是天下人人的心拢总净化，我所期待是天下所有的社会拢祥和，那必定爱天下拢无灾难，才会当社会祥和。才会当人人平安嘛，所以要爱人人平安幸福啦，无离开这三愿范围，从咱的身边开始，一直呢扩展到天。